นเดียวแต่จะไปไหนเทียบชมแต่ว่าชิมเทียบที่หมดดีชิมชมแล้วเทียบที่หมดเทียบว่าชิมชุดาที่หมดชมแต่ยังว่าไงยังว่าชมแต่我们是到上帝面前的羔羊。我们的羊在主中间。因你话耶稣的歌。我家将传将人做阵去上帝的厝。因我已经在上帝面前的。我对了这个代志。心中想，我的心啊。你是安那不住？要如果唔上帝，我有我，要不被称赞你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在我的内面不住。所以我的心在我的我的婆婆出声，亲恩甲亲恩三呼应。你的婆婆，你的婆婆，你的婆婆。你是上帝赐予你的主啊！你是我的主啊！你是我活命的上帝之友。这声，我的对上帝，我的主啊！你怎会会记得我？我是来往在你里面的爱的弟兄。我的对敌欺负我，打碎我的骨头。你一定能活，你也想给你的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不住？安怎在我的里面来生？就仰望上帝，我要不得情感你。今天咱这回来看开圣经，路加福音书22:14-23，咱这回来就听上帝的话。路加福音书22:14-23。时到耶稣坐道，使徒也该坐。伊对因讲：伫受害的内先，我不知意啊，甲恁食即个饭火食。因为我甲恁讲，我无得阁食伊，到伊应验上帝的话。就这杯就食了，讲，恁将即个分予恁逐人。因为我甲恁讲，当了后，我无要搁啉葡萄汁，靠上帝的福来，搁提饼祝谢来拜互因好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来啃的，恁着行这个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旁杯也安尼讲，这个杯是新约。在我的血来设立的，就是为着恁流出的。若是卖我的人，伊的手甲我伫倒哩，因为人主真正去照所定着的。若是伊予啥物人卖，迄个人不在的，伊就因就三追问其中啥物人在做这个代志。以上，愿咱听你话，做咱遵守的，会当得到主的福气。咱即个讲到。